大家晚上好，现在晚上10点多了，做个下酒菜，喝个小酒。晚上做的是酸菜鱼，加了点面条跟白菜，因为晚饭也没吃，有点饿了。可以开吃啦！晚上喝这个白的，全新的，还没打开呢。这个白酒是我上次回家吃饭的时候拿的，是我哥哥他那个朋友送的。我家里有什么好的白酒啊什么，我都会拿来喝。应该不便宜的，具体多少钱我也不知道。哇，包装好漂亮啊！2小瓶啊，这里面看到没有？包装好漂亮啊！这也太好看了吧，搞得我都舍不得喝了，53度的瓶子真好看，看到没有，蓝钻石，真的好漂亮啊。这样子你们不会有人在说我喝白开水吧？先倒了，半杯。啊，这么好看的酒都舍不得喝啊！来，碰一下，你们随意。好香哦，好好喝啊，很顺口啊，52度，感觉好像喝起来好像很顺啊，没觉得度数高啊。来，这也是我的晚餐啊，我晚上没吃，现在晚上都10点多了，有时候肚子不饿就不想吃。现在晚餐夜宵一起吃，酸菜鱼我是第3次回购，这几天都吃这个酸菜鱼，我喜欢吃的东西我就连着吃了好几天，很好吃的，它是很嫩很嫩很鲜嫩，我是免费打广告的，橱窗里面有，因为好多好多网友问我这是哪里买了，然后我去找到了链接，然后放在我自己橱窗里面，我没赚钱啊，我纯属是分享给你们喜欢吃的人。你们这酒没人喝过吗？我是第一次喝啊。吃一下，好热。没了。
好了，我不啰嗦了，这里跟你们干了。然后自己慢慢再把这里也吃了啊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。